记得订阅三立华视以及三立电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里面会有预告还有精华片段在里面哦。老板，我来帮你。今天天气好好啊！对啊，希望生意可以这么棒。希望，希望。威哥，女生伤心难过的时候该怎么办？伤心？谁啊？我？我不会啊！我正在抢限量的草莓千层派，要是抢不到，我才会很伤心。你们的朋友 Maggie， 如果她正在哭，你们都怎么安慰她？ Maggie 正在哭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不要问这么多，你快点回答我。哦，像是有一次 Maggie 在为陈大在的事情伤心难过，甜甜带回了一大盒的芥末冰淇淋，没有人要吃啊，只有 Maggie 说好吃，结果边吃边哭，还说超好吃的。吃完那盒冰淇淋之后， Maggie 就没有这样。你们两个找的怎么样？不就是芥末冰淇淋吗？什么找不到啊？给我找到为止。怎么可能？只有台北在卖。是啊，是这样的，总经理，我可以直接跟您请假吗？因为米糕今天的钱我还没有还，而且也还没有跟李小姐多聊一些。去找芥末口味的冰淇淋。哈？哈什么？你听到没？你听到重复一次。去找芥末口味的冰淇淋。对，现在立刻去买，你买到直接送来民宿，然后那冰淇淋不准给我融化。啊？天哪，你这逼是谁啦？哎呦，哎呦，芥末口味的冰淇淋去哪里买啊？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从台北赶下来，那天气有点热，难免会融化嘛。我已经尽力了，对不起，请你不要生气，对不起。哦，总经理，不要，大哥，大哥，什么？去把那米糕间的钱付了。啊哈？哦，对，米糕间的钱，对，我马上去。你付完马上回来。是总经理。拿过去。哦，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？你去跟他说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冰淇淋，你要跟他一起分享。啊，如果他拒绝我怎么办啊？万一他觉得里面有毒怎么办啊？而且小时候大人不是常说不要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？那你自己想办法。我等一下啊，包包给我。啊？
嗨，好巧、哦，我们上次在那个买米糕间的时候有碰到。我买了我很喜欢吃的冰淇淋，想说跟你分享一下。哦，这冰淇淋没有问题，不信的话，我先吃一口，你看。就是这个，那个，你看起来心情好像不太好。那我不打扰你好了，给你一点自己的空间。我先离开了。慢慢吃。总经理，他从头哭到尾，怎么办？就安慰他，连安慰人都不会啊！真的很不会安慰人哎，还是总经理你会？你教我，我马上去。啊，不然这样好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我上网查一下怎么安慰女生。好，算了算了，回去吧。谢谢总经理，谢谢。相助的好邻居，我还要每天对他笑三次。当个好邻居，是因为你希望杜明山帮你联络到罗月芳。高先生，谢谢。我哥的公司大概是因为形象困难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增人。如果你录取李小姐的话，我的追求任务比较方便。三立都会台30频道，7月15日晚上8点，我的青春没在怕。每天都要有